家的温暖。人们总是在忙碌中度过每一天，而他也一样。远渡他乡来到马来西亚工作的越南女孩，电脑工程师的她，成天与电脑为伍。电话响起，也不愿意放下手上的工作。Hello， 看见没？娘刚刚来，娘刚来忙啊。OK， 拜拜你。想家的他，总是回答一切都好。离乡工作的人们，总是偷偷的哭泣。你不是吗？每回让女孩擦干眼泪的，只有她。男友每星期都会给女孩添购家里吃的、喝的、用的，贴心的男友让女孩感受到暖暖的爱。那什么，做出菜的真心咖啡，一杯越南咖啡，让女孩想起一箱的妈妈。爸爸，快快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贴心的男友希望女孩开心，带了她到一个特别的地方。I bring you to one special place. 越南妈姐，小开，男孩给女孩的惊喜就是这儿，越南超市。超市除了是越南朋友喜爱的购物天堂，同样也是一家大小适合的24小时购物商店。越南超市除了有越南商品以外，同样有来自马来西亚以及其他国家的商品供顾客们选购。的温暖，越南超市遍布全马、雪兰莪。柔佛
恒亨、吉隆坡、越南超市，给您家的感觉。